正确的路，行在人生的路途，爱稳重着脚步，唔通为着一时糊涂，煞来行入黑暗路。红灯来阻止，唔通行险路，唔通踏出错误的第一步。认清方向，认识路途，才会一心来耽误。今日来，今日上我们来唱首歌曲《正确的路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今啊要来选总统吼，啊，咱来选对人，啊，行选对路，啊，因为今啊选不对人啊，行不对路啊，啊，咱的就是要挂同款，哦，你无认清方向，无认识的路途，你一心会来耽误。在人生的路途，爱稳重着脚步，唔通为着一时糊涂，煞来行入黑暗路。红灯来阻止，唔通行险路。错误的第一步，认清方向，认识路途，才袂一生来耽误。在人生的路途，有时甜有时苦，认真打拼才有前途，虽无富贵也快乐，市场来一时选择光明路，出正确的第一步，不惊困难，不惊艰苦，创造光明的前途。大家好，今仔日我想人要来唱首歌曲，叫什么路？正确的路。哎，正确的路，这条歌的歌词。伊个描写讲，咱人哦，在这人生的路途，爱稳重的脚步，唔通为着一时糊涂，煞来行入黑暗路。红灯来阻止，唔通行险路，唔通踏出错误的第一步。啊，认清方向，认识路途，才袂一生来耽误。先那叫做正确路，就是咱今仔要选总统哦。嗯，后手个50天、40天、9天哦。你若清楚，啥物人才是应该选的？因为这个你若选唔对咯，就是讲这个呢，错过第一步。嗯，啊，你就踏入黑暗咯。台湾就乌有去。是。啊，想讲今仔上趟要来讲这個，因为哦，咱台湾是在这个处境是真歹的，哦。因为世界拢安尼，啊后边安尼在跟乱啊，这个乱啊，台湾人家己无划着好一个正确的路啊，真是吼、哦！你后摆恁囡仔子孙啊吼，路就走起。台湾要行出家己的路，行起路，行一条正确的路途。嘿啊！安尼咱的子孙才能万年永久。对、嗯。所以讲吼、哦，为今仔要唱这条歌曲，是甲你大家讲一下，咱蔡英文伊所做的这八年啊。你无感受讲风台拢会闪，风调雨顺啊！啊，过了好年6000块，迄拢是趁钱呢。哦，我刷落去，疫情人控制也真好呢。咪想遐一挂通牌啊，在西隆啊咧，哦，你看遐耗油啊，迄种家己制作的
假吼，你看咧，大家拢唔知影。所以讲，恁台湾，咱台湾人也有智慧，会晓分认清什么叫正确的路。哎吼，分别是非。啊，你行，你一修行者吼，咱不管你在倒一下咧修行啦，你若袂晓有智慧吼，互人塞弄者吼，人伊咧通奸的是足厉害呢。因为跟咱人讲刀过一尺，魔过一丈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唔是，我常常人哦，食到七十岁吼，甲你做，讲要甲你成功啊，甲即个尔啦。你若无好啊吼，八号吼，实是吼，我讲咱也算唔对人是作业呢，唔是像你安尼讲较简单呢，吼，这对唔对？吼，是啊是啊，这是安尼，好，来唱。行在人生的路途。爱稳重着脚步，嗯，唔通为着一时糊涂，煞来走入黑暗路。红尘来作戏，唔通走险路，唔通踏出错误的第一步。人生方向，人生路途，才袂一生来等。